奶，嗯，那个我那个厂房里头有一个那个架子，就是洗脸盆那个架子，给你换它，换成那个有个铝的那种好的。行，那换的好。正好那库里有一个，我都忘了这事儿了，比这个高。比这个高点，嗯。对，我这都别比了，不比了看不应该是搁得下。在哪呢？在这儿。哦，那么高啊？啊。那底下那层呢？搁底下那一层啊，嗯，那就得拆一下子，好像。能拆下来吗？你先比量比量，假装洗一下手，看看行不行。洗手啥行？哎，它是这么高吗？怎么？嗯、能不能调一调啊？这个，这个是镜子，镜子直接也给你换了呗。这大镜子不也行吗？啊。行、嗯。那脸盆高这点啊？对你哈腰简单。好像搁不下。你说搁不下呀？我看，呀，一下就拿下来了哈。嗯，千块，几千。擦一擦，反正得，看看吧。这个有点细了吧？你看看，这个有点不是，这个那你太高了啊。还行，就是太行吧？啊，太高了。有点太高，太高了，下胳膊。嗯。这么高，搁这个上不行哈。这个怎么这么高？搁这个上。那你这把顶上这个拆了，这个顶上这个卸，这能卸下来？能，能卸下来，能卸下来。然后这镜子，镜子高矮，镜子你这个就换了呗。没换了，那个这新的不行，它比你这大还那啥。你这老古董不舍得是吧？这镜子确实挺好，这用了多少年了？嗯，这有一套，它是一套的。拆一拆，这还有个镜子呢。啊，不挺好吗？我都忘了这个了。那早该给换上了。就是我那天想买一个嘞，我都，我意思一忙活，有时候就忙活忘了。这刚才我看库房，哎呀，这不在这儿有一个吗？这些小事儿以后就可以交给我。嗯，有的你还不熟悉呢。嗯。我都记不住有。我买啥？这是这么放的？立着的。哎呀妈，我头发这么乱。这样的呀？对，那不跟那啥是一样吗？这挂墙上的，比如说后面也插一插。哎呀妈呀！这玩意儿埋汰。这么挂的呀？都落灰了。你这不是一般的埋汰呀？对，这样就行。嗯，像这就像个小凳儿。啊，这就是一个小凳儿了吗？太高了不行，一洗手都往那个。你直接把这样呗，这个玩意儿给它提高一下子，然后加个杆儿。就是把它换。这个玩意儿我有点觉得有挡害，是吧？再高一点。对，加一层。对。那洗脸、洗脑袋肯定的，洗脸不得劲儿。洗脸好像都是，你往外拽一点，它这玩意儿打开了。这样洗头？嗯，那就卸掉嘛。那不得劲儿。要洗不搁它都没用嘛。这搁香皂、搁洗衣粉的好像。你要是把这玩意儿给它转过去行，这样能薅下来呀？搁底下呢？从这边摸。搁这玩意儿搁底下呢？搁哪底下？就串到底下来。串到边儿上行。有点改一下了哈，调过来呗。对，这不能靠墙了，但是它那啥玩意儿，除非搁边儿上。这样式的。对。嗯。靠墙也行吧。行。这么够准备劲儿。得劲儿。舒服。这样式儿得劲儿，这个时候还得劲儿。也行。哎，行，挺好。挺好啊。你这回这洗手的可以放那了，对呀、这多方便呀，要不我总翻。对呀、就是啥东西都给它摆对了。那个杆顶再换加高一点呢？啊，这个就不用了。这个搁好吧，这是老古董。撤了，我告诉你，真扔了。撤了就扔了。那我留着吧。你这些屋哪屋都整了镜子。拿那个纸壳子给它包好，留着。我跟你说，再过几十年，这绝对是老古董了。现在都40多年了，这凳子拿出去扔了吧，不行了，又改了一下，这个地方给架高了。哎，这回换
这回拿的是得劲儿了。嗯。改装了给。嗯，你看这回好多了吧？这回比之前强不少。行吧。嗯。比之前强了是吧？那当然。你改一改就好了。嗯